可爱的舞蹈表演为成果展拉开序幕。接下来，鹿谷乡文昌国小五年级的学生们更一一上台发表学习感言。这十几周以来，他们几乎每周都会到农场学习整地、翻土、种菜、浇水、除草、抓虫等，可说是收获满满。我很高兴可以参加这次的田园教学。在田园教学里面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播种，因为播种要拿捏好正确的距离，才不会错误。很高兴能参加这次的田园教学。在田园教学里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种菜，因为种菜里面让我学到不少的知识，也让我吸收到许多关于农业上的东西。在鹿谷乡农会四建会的指导下，运用小半天社区资源野菜园的农地，并由农园主人刘世贤与李安琪带着孩子们下田。精彩的课程设计，每周总有不同的惊喜，让孩子们都很开心。天才一家，让小朋友哈体验到无毒的蔬菜哈，还是如果的种植，还有种出来的东西会变成怎样子，这个跟外面的蔬菜完全都不一样的东西哦，每颗的蔬菜的叶子呢，每片的都有一个洞啊，那是昆虫吃的，所以我们是用杂草共生的方式来种植蔬菜。在文昌国小是办理一个农园教学的小园丁作业组，那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亲近大自然，接触泥土，那有一个很非常幸福的童年，也可以小时候就对农业有所扎根。无论是学习单或是孩子们亲自采收的画面，都让校长相当感动。借由田园教学的课程，他希望小朋友们都逐渐拥有惜福、爱物及感恩的情怀。在他们的教学档案里面呢，从他们第一次参与田园教学的一个成长记录，让我觉得很感动哈。他们也深深的感受到要惜福爱物，好珍惜所有呢关心他的一些人哈。田园教学哈，这个活动已经延续很多年哈。让小朋友体验一个不一样的，当一个小小农夫哈，不一样的一个结业式啦哈。那非常感谢农会世建会这边，然后我们学校的老师哈、校长哈、主任老师也都非常用心，好来规划好整个一个活动的一个内容。生活在我们乡下地方的小朋友实在是非常的幸福了哈。文昌国小虽位于偏乡，但周遭绝佳的自然环境其实也是另类的教学资源。一展和顺丰肯定田园教学的办理，盼往后也能继续办理下去。民视熊心怡鹿谷采访报道。文